学啊，没错，学到现在说相声，不错。但是据我听说啊，当然了，听说就不一定是真的。那您听说什么？听说您没文化，是哪位胡说的？这不是您有文化呀？我当然有文化，您怎么可能有文化呢？我真有文化呀！我们说相声学的这都是语文的、历史的、地理的，学这个文化。您那个，您学的那个跟这个挨着吗？怎么不挨着？您学水产的呀？你说不着这个。不是，您学水产，您应该在水里。没听说，学水产的都在水里边，像话吗？那研究水里的生物，是啊，你研究生物去了啊？你上这儿生，不是上这儿说什么呀？上这儿生的，说什么呀？上这儿说相声，我也喜欢，也打小就喜欢，都可以。但是您不要在这儿演出，后台你喜欢练啊，家里边喜欢练，对着镜头嘚嘚，这可以。那不是有病吗？那你以为你这行吗？这说相声说不好听的话，这就算诈骗。我说相声算诈骗。哎，您各位别拿手机呢，别发微博，赶紧打110。好，您先别打啊，您真听他的，一会儿警察全来了，把你拉走了，怎么着？不是，你这没文化，你说什么相声？谁没文化？您谁没文化？你有什么文化？你说看不起人？不是看不起你啊，跟各位朋友不敢说 啊，在你面前我就敢说这句话，比你有学问。你自个儿信吗？这叫什么话？比你有文化。有什么文化？每天在家我也看书读报，看看水产的，不光看水产，咸带鱼，咸带鱼属于食品科学系，太专业了，这我们是水产养殖系，哪儿不一样？这有什么区别？每天读书看报，我也写文章，还写文章，可以这么说，我识字不多，但是用字不错。你这嘴可跟马哈鱼差不多，你这太大了，你这个识字不多，这就不错，那叫口令，你不懂这个。哎，我没说你专业了，所以说你就不能说相声。你说水产一套一套的，文学造诣、文学功底，我也好家伙的呢。你也好家伙的，识字不多，用字不错。那么在舞台上，如果你有个言差语错的，怎么办呢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这翻译太大。如果说啊啊，万一我在台上啊说出错字来，哦，怎么样？当着亲爱的朋友啊，别给我留面子啊，您给我挑出来。哇，你说什么？有错字，您给我挑出来。这你就露出你的破电了。各位听着，咱俩谁有错字？成心寒蠢寒蠢你，还寒蠢？那当然是，还你给我挑出来，给我挑出来，这就错字了。哪字是错字？给字怎么写？知道吗，宝贝儿？给字怎么写？给啊啊！给呀、啊！你拿这个，啊、这扎着一会儿呗。给呀、啊，就是。这边一个提手，这边一个提手呢，这边一个提手，不错，不错，那好办了。这边一个提手啊，不完了也不行啊。这边，哎，对啊，这边一个提手，这边一个手字，给，这手给那手，给，您跟周伯通似的。活着的，都给呀、啊！给什么？给提手，你走。嘿，造字玩儿，你这像话？给什么给？给字正，一个左边一个烂脚丝，哦，右边一个人一口的盒子，哦，这次正音读挤，挤对，山东话这是正音，挤。山东话我说的不错，你说的什么？哎，到我这儿去找你。过去有个标语是叫发。经济保障供给，有说保障供给的吗？没听过。怎么了？错字了，这是？这就叫错字。那当然是了。嗨、哎，啊，您的这玩意儿，保不齐也有这么一个俩的。哎，什么叫俩呀？俩也不对。这字念两，正音读两啊。比如说您跟您爱人是爱人伴侣、俗话说叫两口子吧？两口子，有说俩口子的吗？你让人给开了，这错了。老百姓都听得懂，一个俩仨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仨呀？仨也不行了。当然了，有个成语叫三羊开泰。嗯，有说仨羊开泰。谢谢，行，今儿怎么碰他了？是不是？今儿啊，今儿也不行了。这字念金呢、啊？
今年今月今日今时，有说今年今月今日今时的吗？名儿我改，什么叫名儿啊？名儿也不对，当然了，这是念名嘛。啊，刀荒，水产年秋。照你这样，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。哎，什么叫甭啊？就这玩意儿啊，爱听不听啊？行行，相声有声音，问哪的事就来这么一位，让各位瞧瞧，看看这个开图。你是什么开图啊？那可不吗？那叫态度。态度，你这态度好吗？满嘴的龙须渣子，不错的字，您还做大哥？谁呢？当然了，不可以诈骗，赶紧打电话，别照相了，就干嘛？你把牙门也给记上，这事儿算了。别急，他影响力太大，这玩意儿我不知道。我解释清楚，我这人脾气大，耿直啊。什么叫耿直？咱们今儿我特别什么叫耿直？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说，你不了解我这个，我还我这。你真抠啊！受了受了啊！什么叫耿？哎呀，您说我好好说相声不得了吗？哪来上来这么一位，那海绵宝宝似的？阿凡达刚下去的，上来这么一个，你是没有的事儿。哎，哎，吴姐，说清楚啊！这么办得了啊？这么办？我呀，啊，说话没有注意，您不要和我一般见识。这么高的个子，充其量啊，我的智慧也就是一个小孩子。您呢，拿我当一个小孩子。拿你当什么？小孩子。小孩子你可比不了。小孩子我都比不了。后边来小孩子，那个，你看着。他说他是小孩子，小孩子，你也配合这样？看他甚至方式，小孩子你可比不了，小孩子我都比不了啊！那是几辈古人呢？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？嗯，我说说你听听，在想当初，什么叫想当初啊？就是过去的事，不是现在的事。哎，大宋朝文建国，幼儿道有贯血扶裘之志。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，汉孔融四岁让梨，懂得谦逊之礼。十三郎五岁朝天，唐刘晏七岁举翰林，太皇相九岁温习奉亲，秦战国十二岁有宰相之才，吴周瑜七岁习文，九岁学武，七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，同带千军万马，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。十五州县连环起东风解凋零，火烧战船，使曹操望风鼠窜，险些命丧江南。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，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。好，这些小孩子，您比哪一位？哪位我也比不了啊！还是这说的，这甭跟你关键，交给你了，这甭跟你关键，你办他，交给你了。我势力的人就是幸亏我拦得快，这脾气大的知道。我有了解啊，大的，我也看《法制晚报》啊。您这人呐，老较真儿没有意思，不较真，较真，不能总较真吧？说什么叫忙？我就是这么一说，信口雌黄啊，这么一说。哦，您不要跟我一般见识。嗯，您拿我呀，当一只小鸟，您把我一放飞，不错吧？拿你当什么？小鸟，小鸟，哎，后边来鸟。对，这不错，你也配？什么基本功啊？这比不了，小鸟我都比不了，当然比不了了。哦，那是一辈古人呢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嗯，那好，我说说你听听，在想当初，还是过去的事儿。公
野长老先生是乃是孔圣人的门徒，能辨鸟语，一日无事独坐凉亭，见池边落一大雁，松柏之上落一小雁，小雁对大雁曰：仁兄逍遥贵体，来此何事？大雁池边饮水，洋洋不睬。小雁怒曰：人讲礼仪为先，树讲枝叶为缘，我拿好言对你，为何不理？莫非痴呆聋哑乎？大雁曰：树高蝉声细，山高语音低，水深流去慢，贵人语话迟。小雁曰：儿有何贵？项长为短，足大乾坤，鹅鸭不相，岂不反乎？大雁曰：那儿有何贵？小雁曰：我生在高楼大厦，长在凤阁凉亭，闲有琴棋书画，闷有美女陪伴。大雁曰：儿可知道三纲五常？小雁曰：不知不知，愿闻其详。大雁曰：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，此为三纲。五常者，乃仁义礼智信。见诸虫不施为仁，见食不争为义，前后非排为礼，不受人情为智，春来秋往为信。父王母不嫁，母王父不娶，父母双亡，守孝三载。而像尔等，见诸虫就吃非人，见食就争非义，前后乱乱非礼，受人情非智，来往无时非信。父王母嫁，母王父娶，父母双亡，狐群狗党，乱乱之群，真乃畜生也。小雁闻听，大叫三声，坠树而死。大雁腾空而起。公冶长老先生有感于心，提笔赋诗一首：雁雁池边语画圈，各分礼仪便于闲。一般都是南来雁，遇者遇来，闲者闲。禽鸟尚知礼仪，为人者何不孝当先？啊！鸟，你看看，眼里含着骂了。哦，哥，你嘴里，我才不要那个呢。完了吗？比得了吗？不是，您说这个鸟啊，都高级鸟。切切切切切，恐极了你们！赶紧，真是真，赶紧，我回图啊！赶紧回屋。您这鸟人都哪儿找的？这鸟人这小嘴儿，啪啪啪啪啪，多吵！不是啊，咱们哥俩的事，您弄这些这个人就救兵了，您这玩意儿。不是我，你这上来这乱七八糟太多呀！我不是。不是赖吧，不是乱七八糟的，想说什么呢？您别跟我这儿没完没了的，我说话也不负责任，啊，说出话来也是瞻前顾后，后说出话来也是粗粗糙糙，您拿我当个粗鲁人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当然，粗鲁人，粗鲁人啊，来粗的，来粗的，啊，这不粗我挺心里的，有粗的。我说让他拿我当个粗人，粗人，哎，你也不对，都这毛病，粗鲁人你可比不了，粗鲁人我都比不了，那又是一位古人，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嗯，那好，我说说你听听，在想当初还是过去，唐朝有一位粗鲁人，此人复姓尉迟，单字民工，号进贼，保定三侯刘武周，日享三官，夜夺八寨，自秦王夜看薄壁关，进贼月下赶秦王，打三遍还两钱，马跳红泥涧，自降唐以来，张南大战王世充，扫北收复皮革能，跨海征东，月下访白袍，唐王得胜，班师回朝，那尉迟恭拥救国袍，在午门外拳打皇叔李道宗，大叫门牙二尺，唐王恼怒，贬职田庄，到后来国袍访进北，那尉迟恭正在船头不做垂钓，忽听得人又喊马又叫，我乃征东薛平辽，特意前来访古教，今日随我去交旨，保你为官永在朝。进得言道：将军不要错认，我乃山野村夫，耕种锄袍，亦粗鲁人也。粗鲁人敬北门神爷，您比得了吗？我连兔爷也比不了，长得倒像。连兔爷，你赶紧打我哥。不是，你说你这叫连长相，一个比一个高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你看，别看长得胖似的，
说什么呢？我呀，这么说得了，我多余活在世上，你死的，告诉您，我甭活了，我死去，我是一个死人，这回行了吧？你是死人，犯得着说这？后边有死人，过来死的，还有死人呢。你这看都装好了吗？王，咱们俩关系不错啊。我跟他说，我说我是一死人啊，你说不会，咱这就结束了。我不会。哎，别真走啊！怎么？不是他，我他没完没了。死人你也配？我说我是死人。那你个死人，你一个死人我都明白。哎，哦，那是一位闲人呢。是啊，那当然了。知道不知道？那好，我说说你听听。在想当初，还是过去，后汉三国有一位贤人，此人父姓诸葛，单字明亮，字孔明，道号卧龙，自出草庐，火烧国望，威名大振，征南扫北，屡建奇功。到后来，博帝成，先帝驾鹤西去，临危之时，临终托孤。千斤重担，先生一人承担。从此，诸葛孔明六出祁山，鞠躬尽瘁，日夜操劳，以至于心神俱废。又加之司马懿老贼老奸巨猾，坚守城池，拒不出战。大丞相又急又气，如雪上加霜，眼见着身体每况愈下，如灯枯油残一般，夜观天象，将克星背影，主星昏暗，深知大限已到。想到先帝的嘱托未能实现，不由得老泪纵横。身边大将姜维言道：“丞相何不参星拜斗，祈求阳寿？”孔明言道：“只恐天意难违，只求一片丹心，不知我大限大汉可有鸿福之用也。”于是在军营之中草箭发台，点起七盏明灯，周围点七七四十九盏小灯，周围用军兵把守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白天丞相理军务，夜晚登台拜斗，祈求阳寿。眼见得七日限期已到，就要增寿一计，不料想被大将魏延闯入，吹灭了灯火，前功尽弃，也是天不兴汉。好可叹，五丈原前折断了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八月二十三天塌地陷，星斗无光，五乡侯一命呜呼。那司马懿见了星斗之上，哎呀，恐怕那孔明已死，于是派夏侯霸前去打探。不多时，夏侯霸急忙回禀，蜀军进退。司马懿闻听，顿足捶胸，快追！于是亲带二子前去追赶，康康来至山野密林深处，忽听得一声号炮之响，杀声四起，众水兵杀将回来，蜀军杀的曹军是人仰马翻，司马懿被惊走五十余里，忽然间见前方有一杆征军大旗，上写着汉丞相、武乡侯诸葛孔明，又有众人推过一辆四轮小车，上面端坐着一人，道骨仙风，头戴着羽巾，手持着羽扇，身披着鹤氅，腰系着皂袍，眉下二目炯炯有神，非是旁人，正是那诸葛孔明。又有姜维一旁言道：“嘿，司马老贼听真，而中我丞相之计也。”司马懿闻听，魂飞魄散，夺路而逃，奔走五十余里，被那夏侯霸、夏侯会赶上。司马懿双手抱头，口念：“我头尚在否？”惊魂未定，被二人救回了中军大帐。后有人又去探明，报知司马懿，说孔明真已死，所见者乃是孔明的木像耳。司马懿闻听，仰天长啸：“
我能了其生，不能了其死也。这就是死诸葛惊走了活仲达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五丈原前秋风寒，我如英灵归上天，耿耿忠心留一计，司马贺退保西川。好，诸葛亮这死人在哪比得了？完了吧？不行了吧？死了！你看着跟念早词似的，这个啊，后还得断后还得死。您起来，这都什么人？什么死人？你比得了吗？您要这么说，谁比得了？你比如说什么叫王？你还记着这个王不了这个？这人你这么这人你这么讨厌？我们呢说相声啊，这就是行走江湖啊，行走江湖，我们就离江湖人够可怜的。行走江湖，你还是个江湖人啊？我们这有江湖人呢，后台江湖人出来一个，看看啊，好，老江湖了，这是。来，打他！你就折了你啊！他说他是江湖人，江湖人，你冲着他说，那你可比不了。江湖人怎么比不了？我跟你说一说呀。哦，在公元1644年3月，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引来清兵入关，围剿了闯王义军，在北京城建立了大清王朝。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，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，国势渐衰，有如夕阳西下，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。大清朝内部是枉法营私，只得割地赔款，那真是苟延残喘。在咸丰年间，京城出了一位壮士，此人身怀绝技，武技超群，闯荡江湖，除暴安良。他就是威震武林京城的义侠，人称大刀王五。王五爷在北京元顺镖局开设了元顺镖局。容易吗？就是，您别着急呀、啊。我不着急，我接着跟他说。你是王爷在北京城开设元顺镖局，对，我们将天下各方志士来镖局谈文论武，其中包括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维新派名流，经常来镖局谈文论武，商议改良变法之大计。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，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。心毒手辣的西太后，我实在背不下去了。我告诉你，那我就是断了，就是断了，断了你都比不了。哎，他这西太后，我就气死你。西太后气的了，谁气他了？你这这你连容易吗？这孩子瘦瘦的跟灯似的啊！那就上来比，我还要打谁呀、啊？这就是他，就是他叫王。这个谢谢。这都一帮黑社会，谁也黑社会啊？这么得了、啊、我这人啊和别人不一样。怎么呢？我这是个别啊，个别人，您别拿我当一般人啊，我是个别定向，个别分子，个别定向，行吗？我比你还个别的，那个别的出来。哎，我快腻了，兄弟了。我们俩都没有，这是想当初哦，想当初姚眉八彩，顺母重同，禹王守成三国，周文王兄生四女独，张太公头尖如笔，比上书大如瓜，和平书变如覆水，刘耀仲有无耻之然，李老子怀胎81载，张良有3寸不烂之舌，孔夫子7孔朝天，重耳并类，称为霸郡之君，汉刘备双手过期，江关越大大如卵，魏文长反骨不断，张翼德睡不瞑目，李元霸鼻息如雷，洪武帝是猪嘴，楚霸王气贯长空，唐李世尊大圣大贤大忠大奸，稀奇古怪特别定量之人，你哪人啊？你比猪嘴还过分，你比这四五六叫四五，再比你个别吧，逆着谁来谁、啊、那我你说什么叫王，你有啥叫也不不是这个还没有忘掉，我忘不掉这事情，这个事情还就不会忘掉，这个人怎么跟他交朋友、我呀要买了
我呀说话不负责任啊，稀里糊涂没想好啊，拿我当个糊涂人行了吧？糊涂人啊，有比你糊涂的糊涂。哎呀，这是你看你这么糊涂，怎么糊涂的？我比什么？您这么聪明，为什么那么谦虚？不对，太谦虚了。你得比字。不是挤着我，你就这么一个事儿，你说至于不至于？咱这台上啊，就是一个比字。别的你不能问我比，我得说我比不了，比不了你。我糊涂人都比不了。那当然了。哦，那是在一位古人。没事，前面有拿点。不要紧张，对对对对，不要紧张，都不要紧张，哎，都找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在想当初过去的事儿，哎，元顺帝无道，哦，普天之下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，是吧？北方苍生造反，大丞相何伯定下一计，小于天下恩开无举，各路高人纷纷前来进京。何伯又定下十条绝后计，想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。在五科场中有一员好汉，乃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常遇春。这员好汉马跳弓箭墙，戳枪破袍，摔斗跳台，扯天子，半虎龙袍，蛟袍裸带，九国太师背砸怀王，单膀力托千斤闸，摔死金头王，撞死银头王，千打红头王，鞭打铁头王，二十七座连营一马踏为归尽。众家英雄逃出京城，扯旗造反。常遇春扶保西吴贤王朱元璋，统领义军够奔京城，一路之上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势如破竹，斩关夺寨。此时间能与朱元璋抗衡者，唯有姑苏王张士诚、北汉王陈友谅三家成鼎足之势。张士诚与陈友谅内结盟好，定下儿女之亲。姑苏大殿下张仁过江认亲之时，为刘伯温所擒获，暗中定下一计，用金陵桥嘴画云龙，乔装改扮为姑苏殿下过江认亲。到了九江，陈友谅满心欢喜，不料怒恼旁边一人，此人年纪六旬开外，须发银条，根根露肉，条条透风，两刀剑眉直插入鬓，一对虎目造国分明，头戴帅盔，中央乱汉，内穿软甲，外罩大红蟒袍，上绣蟒幡，身龙探爪，海水江崖，左肋下挎着一口清风宝剑，真是不怒自威。此人乃九江大元帅九级。这都经过这么多波折了，您怎么还记得？我这个事情忘不了。这脑子真好。那当然。哎呀，你有这么句话您忘了？哎，对，好男的不跟女斗啊！您拿我当个女同志，什么时候做的保护我？当个女同志，你当不了。我们有女同志啊。比如说啊，我是一个女同志。我们有女同志，来，小妇人，小妇人来，女同志。啊你们这儿什么人都有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一个小妇人，还跟你一样。跟我一样。哎，小妇人你比不了。小妇人我也比不了。当然了。哦，那一位古人呐，不知道在想当初，嗯，宋辽对峙，辽国元帅韩昌摆下天门大阵，三关大帅杨延昭破阵无门，连伤数将，折势免战高悬。幸有高人指点，须有降龙保护，方能一战成功。辽王大喜，急令焦赞、孟良二将前去五河寨盗取宝木，怎在暗战无能，反被穆桂英杀的是大败而回。归营途中，巧遇少帅杨宗保，焦孟慌着宗保前去迎敌。两军阵前，桂英派宗保相貌堂堂，已出众，便施一计将宗保裸上身去，声名大义，愿以身相许，邪不杀敌。于是焦孟喜牵红线，二人山寨成亲。不料六郎得知宗保阵前招亲，触
反军规，引兵来到罗寨，隐姓埋名在山前霸阵，会英统营真相，不讲东爹打落马下。六郎大怒，要想归营请罪的杨宗保立斩军前，众将求情一概不准。八千岁佘太君调子未成，正值千军饮马之际，忽听得辕门外一声断喝，刀下留人。但只见马踏铃铃响，风吹战群飘，会英献宝物，救下一众人，立下军令状，挥刀破雁门。但见他打一阵胜一阵，杀一阵破一阵，连胜一百，单八阵。霎时间，辽军兵败如汤江楼雨，血火燎野蜂房。宋将国胜是天敲金豆响，齐奏凯歌还。穆桂英大破雁门阵，后人有诗赞曰：急如闪电，快如风，银刀红马，岳长东金国女儿豪气壮，阵阵不落穆桂英。你都比不上，你太露脸了，行了，快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您这好，这有男有女，有高有矮，有胖有瘦，你都哪儿叫的？就我这人丰富，你不说上叫王。照您这么说，我就不是人了。不是人啊？有比你不是人的。哎呀！多米无人，你说他没完没了，你说我就他可气吧？哎，啊，你不是人，我不是人了，你可比不了，不是人也比不了，那个是一辈古人，不是人是一辈古人，不知道。我说说你听听，在想当初过去的事儿。后汉三国有一位不是人，都在三国。此人姓曹，名操，字孟德，自赤壁一带行至华容道小道，忽听一棒铜锣，已闪出一哨人马，当肩一仗，卧他眉干凤眼，手持青刀，坐骑赤兔马，乃圣前关公也。曹操说：“今我狭路相逢，放我一命。”圣前公卷起大义，将他放走了。这个曹孟德在马上回思旧景，想当初他在我帐下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上马金下马银，今日落得叫他放我一命，哎，我真乃不是人也。曹孟德，别嚷了，你直接说曹操不是人多好呢。我们说相声业余还得研究学唱，我说实在的，专业研究学唱，我看别您还拆迁办呢。您来这个，我呀命够苦的了，您拿我当个苦人，可怜可怜我。苦人？哦，还有比你命苦的呢？这命苦的出来，这个没完没了。王公，您是什么人？我是个苦人。苦人您可比不了。苦人怎么比不了啊？那是一辈苦人。我不知道。您不知道？哎，那好，我说说你听听。在想当初，还是过去的事儿。金宋交兵，扫南王三帮四太子王彦是金兀术与大宋朝精忠岳元帅会兵于诛仙阵，那吴珠连打数十败仗，势出无奈，才将二世子完颜乌合龙吊在阵前，力分胜负。那世子只生得面薄如玉，齿薄唇红，头戴一顶虎头盔，身披大雁如意连环甲，内衬素罗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伯龙马，手持护手双枪一对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。由清晨战到日落，只杀得金银铜铁八个锤，狄雷岳云和元庆严成方是大败而归。岳氏闻报，明日本帅亲自会他。语言未了，由左参谋闪出了一人，此人姓王，名左，字文成，朝上弯弓口尊元帅，铁骑雷霆之怒，休发虎狼之威，今日阵前小将并非吴珠他亲生之子，他乃我国名将之后。想当初吴珠大破陆安州之时，陆安州总镇姓陆，名登，字子敬，人称小诸葛，因为寡不敌众，失落了城池。陆登虽拔剑自刎，气
绝失脑无主，许下他三件大事：抚养孤儿，不伤子民，与他夫妻定葬，失身则才倒落尘埃。乳娘抱病，孤儿进了金营。那无主虽将誓死认作亲生之子，一十二岁请来白善文教习枪法，学以四年，只练得护手双枪一对，人称神枪将，有万夫不挡之力。收服此将却也不难，三计可成。元帅闻听，不知哪三计。左曰：反间诈降苦肉。岳飞闻听，哎，恐怕画虎不成反类齐全。王佐无语，落伍而退。数日之后，元帅并未升帐，那王佐私打巨将鼓，故犯军规。元帅将他责打四十军困，逐出帐外。那王佐回到自己营中，将入安州之徒化了一昌，藏在自己发髻之中，右手持令宝剑，将左臂断下，偷出宋营，来到金营，见了吴主，口尊狼主千岁。我家元帅不仁不义，劝他投降，不降不战，无故将我责打四十军棍，使他气恨不出，又将我左臂断下。闻听人言，狼主千岁，人一过天可来投奔狼主，请愿与狼主斩草喂马，充当一小卒。吴主一见，惨不忍睹，虽传下一令，我国今人听人王佐所到之处，不准阻拦于他，他乃六根不全的苦人。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，一日偶遇二世子完颜乌合龙，世子指王佐问兵卒曰：他是何人？兵卒言道：他乃宋营投降之人，名唤王佐，他会将南朝的风俗以示。王佐随北公孙每日说出鼻骨，一日遇击，这才挂画献图，识破入安州之机关。鲁江见图，大放悲声，指同孙孙不曰：你本不是无主他亲生之子，你乃我国名将之后，你父死在金人之手，你还不替父报仇，等当何时？公子闻听，顿足捶胸，这一阵大反金营，皆是王佐之力。后人有诗赞曰：洞庭王佐自文成，断臂说降鲁文龙，梨园有眼诛仙阵，大不留还。主人，好，这都藏在哪里的准备？太不容易了。他当然说什么叫王佐？我服了，我服，我服你了，服了。一般人呢，出来四个人就结束了，您是怎么了？啊，受不了，受不了了。人多着呢，说什么？您别老看不起我啊！在我们那儿，在我们家门口，我们那方圆十米，您知道吗？方圆十米，我们也是个英雄人物。你是英雄，你到这儿你老看不起人。什么英雄？我们这儿有英雄吗？啊，后台来英雄。啊！你说你比谁呀、啊？我说我呀，啊，是个英雄，你配吗？在我们那儿方圆十米，你等等。方圆十米那就你家知道吗？跟你说，这位英雄他可是个古人，这也是古人。废话吗？我都没听过。那我说说你听听。嗯，在想当初还是过去，在这个古人之前呢，怎么样呢？跟你说清楚啊。话真有事儿，还要说点什么？站直了，站直了，立稳了，立稳了。左手按住天灵盖，他们背没饿了。右手捂着小肚子，好好听我说说这位英雄。你说你的，我这模样，我在等谁背呢？这有意义？这有什么意义？您看看，我说这位英雄能耐实在太大了。那我干嘛这样啊？你听着，一害怕，怎么样？这天灵盖扑嚓。嗯，飞出去了，天灵盖飞出去，肚子一使劲，咔咔裂了，狼边出来了，是吧？啊，不至于啊！告诉你个好方法，怎么办呢？戴个钢盔，站在盆里头，为什么？接着点，接着点。您这都不像话啊！您先说说我英雄是谁？那我说说你，说一说。说这位英雄之前啊，还有这么一件事情。您这事太多了。念这么一首词，还有词叫《破阵子》，哎，大伙儿听一听啊。好。天纵豪情万丈，生来气贯三吴，百二秦关如铁柱，势若吹灰祖上于几横万古枯，勒马自封王霸，西兵笑话江湖，歃血为盟情义重，怎奈刘邦非战夫，各将绝唱书。
秦朝末年，朝纲不振，群雄四起，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，此人姓项，名吉，字羽，目生重逢，板垒求金，力能钢鼎。等等等，不要被他打断了啊！是我忘了，不是忘不忘的事啊！别说呀，宝贝儿，退学没好处，知道吗？跟各位说说，什么叫钢鼎？钢你不认识啊？钢我知道，啊，就是一个乐一个工程。你爸郭德纲那个。哎，我在哪儿我也见过，东大郭德纲长医院。对不对？不是，钢不这么写。哪钢？哎，一个皮手，这边一个弓。别露怯了，怎么了？那念扛，宝贝儿，这你就不明白了。我怎么不懂？好比说有那么一个三足鼎。把它放在肩膀上，这叫扛。扛啊！举过头顶，这叫当。多音字，那废话吗？咱还真不知道。我长能耐去吧，还是别上学了。接着说，楚霸王力能钢鼎，气压万夫。哦，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，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。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，兵进汉中，以五诸侯灭暴秦，分裂天下，威震四海，自称为西楚霸王。此时出了一人，姓韩名信，投在了霸王帐下。霸王未曾重用，只以知己郎受之。到后来，张良拜见访韩信，韩信改投刘邦，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，这才登台拜帅，明修战报，暗度陈仓，在九里山吃面埋伏困住霸王。暗中又有那张良、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，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奏，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骨中，离散英雄之心，消磨壮士之气。一生长，一生短，一声高一声低，五音不乱，六律和鸣。其歌曰：九月深秋兮，四野飞霜，天高水何兮，寒雁悲怆，醉土戍边兮，日月彷徨，披坚执锐兮，孤里沙冈，离家十年兮，父母生别，妻子何堪兮，独宿孤房，虽有余天兮，孰与之守，邻家久熟兮，孰与之长，白发倚门兮，望穿秋水，稚子意念兮，泪断肝肠，胡马嘶风兮，上知念土，人生客酒兮，宁望故乡，一旦交兵兮，倒刃而死，骨肉为泥兮，衰草豪凉，魂魄悠悠兮，往之所以，壮志寥寥兮，腐蚀荒唐，当此有夜兮，追思退醒，及早散楚兮，免死数方，我歌岂惮兮，天险报我，汝其之命兮，勿畏渺茫，汉王有德兮，降军不杀，哀报归地兮，固守翱翔，放火空营兮，粮道已绝，只秦羽兮，玉石俱伤，楚之伤兮，散楚军，我能吹兮皆六律，我非虚兮品丹阳，我非奏兮歌宴事，现今这次冲九天，秋风起兮王楚之，望吾莫作等闲看，入耳观心，你们牢牢记。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，沿山而行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，个个伤情。霸姓子弟兵聚散，争斗之心唤起思乡之意，军心涣散，是溃不成军。霸王无奈，垓下别姬，痛断肝肠，手使乌骓马，胯下汉中人。黑八山西中和用纸死无烟转江东，这是你定人难救，可惜项羽大英雄。好，领导，您还有包袱？哎呀，您这各路神仙您都搬起来了，说说吧，什么叫甭？跟我您不值当的，怎么呢？我呀。你看这不是人也说了，这玩意儿小妇女都说了，咱们这什么新鲜都有啊！啊，我听着啊，啊，我你是个畜类，还要怎么起誓？啊，不行啊，我是个畜类，行了吧？畜类，畜类，你不配，你真不配，后边有畜类，畜类，畜类。
您说您比什么？我比个畜类，畜类您可比不了，畜类我都比不了。我说说你听听，这段也不是想当初，也不是几位古人，那是有这么几个畜类，您可比不了。你先说说，说麟为毛虫之长，虎乃兽中之王，画马出图为瑞，麒麟吐玉为祥，象牙犀爵皆成贵物，虎虎入龙，入月兼汤，熊掌国风皆称佳肴，牛黄狗宝巨鼠其囊，鸡有司晨豹小冲，犬有护主守夜之粮，牛有精田之力，马能救主垂江，反哺的乌鸦，跪乳的绵羊，凤凰不乐无宝之地，蚕吐丝，蜂酿蜜，这些俱是上品的禽兽，就是那一只眼的骡子、瘸腿驴、赖皮蛤蟆、臭甲鱼、死猫、臭鸭子、狐狸、兔子、老母鸡，或用其骨，或用其皮，或食其肉，或用其力，皆是有用之物，具有横骨插心之威，此为下品的禽兽。还有那些屁甲窑的专家、菲律宾的警察、那将府连的亲爹、征婚的凤姐、娶妻主席、狗仔队的假记者，哎呦！好，老虎鸡没下蛋，你比得了吗？什么鸡我都比不了，你好好出来，笑了谁呀？您这后怎么那么先动嘴儿？哎，什么？您后你跟我说什么叫王？没完没了，哎，拿着棉袄上了吧？对了，嘿。分半得了，我这人说话不负责任啊，怨我了，怎么呢？解头至从头至尾，都怨我了啊！我说话不负责任，思想不得健全啊，说话很莽撞啊！您拿我当一个莽撞人，这就行了吧？拿你当什么？莽撞人，这回该结束了吧？那你也比不了。莽撞人我也比不了，那还是一辈古人呢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好，我说说你，你听听，在想当初，我倒霉倒霉想当初呢。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，不错。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啊，大爷姓刘名备，字玄德，家住大树楼桑。二弟姓关名羽，字云长，家住山西滁州解良县。三弟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家住涿州范阳郡。后续四弟姓赵名云，字子龙，家住真定府常山县。八座山被称为常胜将军。好，只接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，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，砍倒大都两杆，夺槊三条，马落陷坑，看战不废命。那曹孟德怀抱令旗令箭，站立山头之上，这一穿火小将，光披火甲和旗道，跨骑伯龙马，头使亮银枪，真乃一员勇将。心想：我若生不死枪，何愁我的霸业不成？心中就有爱将之意，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。那徐元直进得曹营，一骑未现，今天赵将军马落陷坑，堪堪废命，恐昏城下，莫非有爱将之意？曹操言道：“正是。”徐庶道：“何不收留此将？”曹操急忙传令，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，我要和赵云不要死子龙，倘有一军力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，83万人马51员战将皆以他一人一命。众将闻听，不敢上前，只有后退。那赵云一仗怀揣有骨，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，杀了个七进七出，这才闯出重围。曹操一见这样勇将，焉能放走？在后面是紧紧的追赶，追至在岗阳桥前，张飞赶到，赵家司令不必惊慌，某家在此，了也无妨。赶过赵云的人吗？曹操赶到，不见赵云，只见一黑脸大汉领一桥头，忙问身旁下夫问：这贺田汉，他是何人？下夫跟插手施礼：此乃张飞，一莽撞人。曹操闻听是大吃一惊，想当初关羽在国马坡前斩颜良之时，曾对某家言道：“他有一结拜三弟，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，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如探囊取物，反掌关门的一般。今日一见，果然英勇。撤下某家青罗伞盖，某要关一关这马
青罗伞盖坐下，只见张飞道德还眼，面如润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。台下喳喳喳，一声声来由张真，恰似铁剑，头戴金铁盔，二龙斗宝，中银飘洒，上前八宝罗伞盖，花冠云长，张飞。手头是战八宝，站在桥头之上，咬牙切齿，捶胸愤恨，大骂曹操天真。嘿，今有你家张三爷该死，而后共国战，破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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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啡也可以。我拿你好友一比，哎，有你的就行。闲的鱼戴眼镜，这话怎么讲？本来是水产，你还假装知识分子。谢谢谢谢您的掌声。这都快十一点了，嚯，一会儿就没车了，还真是。明天呢就是国庆节，对啊，一队呢高老师和我们王队长，嗯，领着大伙排了咱们节目，奉献给大家。哎，这贯口的不好演，确实从小都是基本功练，对，而且呢确实有的时候台上紧张啊，嗯，或一打岔呀，是的，一看拿本了呀，是吧？啊啊啊！这个难免就出个错。